龙岩村，所以我们请龙岩村跟新庄村哈各派一位最没有力气的来打。我们的社区妈妈，来传扬哎，让传扬的那个太极拳的，平常有在练比较有力哈。我们那个社区妈妈哈，现在请个头用哎啊。来，那个谁，那个副经理主席位，沈副总，你在哪里？沈副总，你先，沈副总，请你主席。